中国跳水女神何姿在职业生涯取得了不俗成就，在获得全运会、世锦赛和奥运会等赛事金牌后，她成为继郭晶晶和吴敏霞之后新一代跳水领军人物。何姿不仅实力出众，外表也很迷人，她不仅长得漂亮，身材也是一级棒，独特的气质吸引了很多粉丝。在退役之后，何姿和秦凯进入了婚姻的殿堂，他们很快生下可爱的孩子。很多女性生完孩子后都会面临身材走样的尴尬，然而何姿产后却很快恢复身材，并且进行了二度发育，身材曲线越发凹凸有致，俨然变成了辣妈。此前何姿在微博晒出自己的泳装照，照片上的她穿着比基尼，身材曲线火辣，傲人的上围，纤细的腰身，加上一双大长腿，简直美出了天际。杨颖的图片极度惹人遐想，实在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已经30+并且生产过的女性。网友看完后纷纷对何姿喊话，想和你学跳水，还有不少粉丝感叹秦凯真是艳福不浅，能娶到这样一位美丽的妻子。如今何姿和秦凯过得非常恩爱，希望这对奥运冠军夫妻能一直这么幸福下去。那么觉得何姿和九球天后潘晓婷谁的身材更好呢？